车停车在，所以呢，阿妈喜欢听到做家事，然后 cooking 来啊。是的，今天我们美食达人秀啊，又带大家来寻找传说中流传了好几千年的这个美食啊，让人吃了百吃不腻啊。哎呀，到底是什么食物让大家疯狂了好几千年呢？要去哪里找嘞？好嘞！去哪里找嘞？天气真的好热、哦。会不会是这间啊？福味啊，看到我就有福了，一定是这一间啊。Hello， 听说你们这里有一种中华民族流传了几千年这个美食，倒退一下。的馒头、跟那个外面的有什么不一样？我想我们的馒头最大的特色是，我希望做到中西合并，所以我有一些西方的食材放在我们东方的馒头里面，所以你要叫它是水蒸面包也可以，手工馒头也可以，其实概念就是、把西方的美食跟东方的美食结合在一起。哎呀，这个美丽的老板娘太有创意了，中西合并。那你们这里有多少种口味啊？甜的是13种，咸的是4种，所以总共是17种。然后我们有10种不同的颜色。啊，17种哎，哎呦，一包多少个？4颗。一包4颗，17种啊，我该吃到明年了。谢谢老板娘包几包给我。没有问题。哎，被老板娘盯上了，怎么好意思？那你们的这里的招牌馒头？招牌是马蹄、芝麻、银三角、冲绳黑糖，还有一个是咸的培根骑士包。这个刚才我听到有一个马蹄啊，我等一下马蹄会撒多一点。马蹄撒多一点，马蹄它是包在，它把芝麻包在里面啊。包在里面啊，你包大个一点的给我。可以，我们感情这么好，老板娘这么漂亮，一看就是这么大方了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你们这里的这个馒头的制作的过程呢、啊？面粉不是白色的吗？怎么这个颜色？红。哇！炒过了之后，再加进来的。加了那个黑糖嘛。对。所以就变成这个颜色。对。你把它差不多哎，做大个一点，做这么小个吃不饱啦。够了啦。哪够？它等等还会再长大的啦。会长大、对呀、真的假的？真的啦。为什么？它因为有蜂胶膜啊。等下会不会啊？我会发酵哈、哎呦，我怎么笨笨的？工作很好，一个两个水管，你可以教我怎么绑吗？可以啊，来，我们这个，请你拿一条，对，来，我们放桌上，放桌上啊，我们先这样子上下转一下，上下转一下，对，一定要有个旋转的纹路，旋转的纹路啊，然后怎么样？对啊，那你干嘛呢？哦，师傅你很猴急哦，啊、哦，难道呢？哪里？打神。打结啊，对啊，打结啊，打结啊，对啊，打几结？先打这一边，打下来，对，打下来，对，啊，然后这一个头再往下面绕，再打上来，打进来，来，这样子就好了。对啊，我们擦这。哎呀，师傅，我失败了啦！有，很好看。那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就是。蒸炉的部分，蒸炉啊，对，那我们刚刚是有蒸了一个锅，还要蒸多久啊？这个马上就好了，马上就好了，可以出炉了。啊，好多啊，这个馒头哦，今天哦无限吃到饱，赞赞赞，哎呀呀，来啊。
哦。来，请享用。可以直接吃了。可以。乌龙包刚出炉，热乎的，修复的。我哪一颗比较好吃？都是一样的。啊、都一样啦，这个就是。随便你拿。好好好，看哦。哦，这个，啊，这个是刚刚做的那个嘛，哈，爆浆黑糖，爆浆黑糖，哎，哎呦，真的爆了，哦，真的哎，嗯，甜，又甜又香，又热热的感觉，哦，真的好棒哦。哦，我们的中华民国第一代的这个馒头大师祖师爷，哦，当你怎么会有这么厉害呀、啊？啊、嗯，你怎么那么厉害？就放点糖进去就好啦。可是跟外面吃的感觉就不一样啊。哦，你有秘诀哦？有啦，有一点啦、啊。一点啊、哦？不能讲的秘密啦。讲啊，十五公里再讲，别讲。再换点火哦。好香哦，十几种口味的这个馒头，不夸张哦。啊，老板娘，刚刚你说的这个招牌是哪一个？我要先吃。先从冲绳黑糖开始吃。冲绳黑糖，为什么叫冲绳？它从日本空运过来的。黑糖是从日本空运过来的，冲绳黑糖。为什么不用台湾的？它的香气不太一样。香气不太一样。嗯，你试试看就知道。试试看。我们绝对没有用香料。真的哦。纯的冲绳。它也没有放防腐剂。没有。说话剂什么都没有。都没有。上天然的啊、哦，就是这样，这个吃啊、哦，吃哦，哦，来破开，哎呀呀呀，哇，好香哦，你看，很 Q， 很 Q 哎，还没有吃都已经感觉 Q 嫩弹牙，加点水，嗯，要味道好，刚刚好，不会太甜，嗯 ，Q 嫩弹牙哎。真的超好吃的，超好吃的，你看看，啊，再讲，嗯，有没有很好吃？真的，因为有些外面的一些黑糖的这一个馒头啊，红心甜呀，这个哦刚刚好，看，我们有甜味又有香味，有甜味又有香味，那里面有些哪一些成分啊？如果是冲绳黑糖，就是日本黑糖面粉哪里？哦，好甜啊！哎，这个是什么？蚂蚁三角，拿开来里面会有马蹄，也有芝麻，真的、哦，很香哦，真的很香，你送我快看啊！哦，这白色就是马蹄嘛，哈，对，哦，芝麻，哦，赞，好香哦！好有口感啊、哦，好吃，真的。这个味道比较有味道哦。嗯，刚才那个是比较也没有说很甜，也没有说很淡，味道刚刚好。啊，这个就比较重口味。平常记得来对哈、哦，我加这个马蹄。那、啊、这个黑色是芝麻，黑芝麻。黑芝麻。哦、黑芝麻很香哦。真的。会有苦味。别。然后甜味刚刚好。真的，好甜哦。嗯。哇，所以这个是招牌了。招牌。等一下试一下，再包三包给我，再回家给妈妈吃。这是培根起士。培根起士哦。嗯。所以里面有起士的。有起士，有培根。还有培根。然后这个还有香料。还有香料。剥开了。剥开。啊哦，真的耶！这个培根猪嘛，是培根猪肉吗？对。我、哦、还有这个起司哦，所以这个会很贵吗？这个我要讲价钱吗？没有，这个一包多少钱？一包180颗。180颗啊、哦，一包里面有180颗啊、哦。180元4颗。哦，我听一个，来这一包一包会怎么样？我们加个东西，是啊。把它掰断看看，里面是有层次的。哦，它这个肉也有弹性。我长这么大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馒头哎，哦，太香了，哦，这个我也要三包啊，哦，我拿给我阿妈吃。然后我们的面皮有放洋香菜叶。哦，菜叶啊。对。
洋香菜叶跟黑胡椒，所以面皮有面皮的特殊的香味。我这个感觉好像有点比较偏向西方那种感觉。对，又是一个中西合并，太棒，你太有创意了。那这个如果就是我想吃的话，想购买的话，去哪里买？网络上都可以买得到。就是网络上买啊？对啊。网络订购的对吧？对。宅配。宅配。货到付款。货到付款也可以，现汇款也可以。那你们现在网络上有几种这个口味呢？所有都有。所有都有。17种都买得到。17种都买得到。哦，太棒了。